大家都知道椰子糯叽叽吧？今天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椰子浆倒入干冰里面，看一下能不能冻成糯叽叽的。椰子浆倒入干冰里。哇塞，仙气飘飘呀！再铺上一层小干冰。真的挺期待的，让它先冻一会儿。Later。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把干冰拿掉。你们说会变成糯叽叽吗？我之前用冰箱冻是糯叽叽的，不知道用干冰会咋样。Oh my god！ 感觉它已经整个粘在盘子上了，咋吃呀？没有撬吗？妈呀，我怕把这个盘子给撬裂，不会撬裂吧？刺激！终于撬下来一小块，来浅尝一小块。真的努力咬了，咬不动啊！等它稍微化一化，是有点糯叽叽的。Nice。